今天教大家折个嘴巴会动的青蛙，15厘米正方形的纸边对折。4个角折向中心点。翻过来，把相邻的2个角折向中心点。把2边折向中线，上面的角对折下来，把正方形压成长方形，15厘米正方形的纸剪下来一半，对折2次，插在里面，粘上眼睛和舌头。好玩的青蛙就做好了，快给小朋友做一个吧。